的世界，极地冰川彻底消融，人类赖以生存的陆地被深深淹没在无边无际的汪洋之下。在这个未来水世界，幸存下来的人们生活在被称为人造岛的漂浮堡垒上，他们当中不乏勇敢的探险家，为了人类的延续而努力寻找着传说中地球上的最后一块陆地。可是海上的恶霸迪肯和他的恶棍军团决心要抢先找到那块陆地，在他的阻挠下，出去的探险家都有去无回，直到今天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是个女人，好像是海多安。快发过去信号，打开大门。你怎么找到的？我找着了陆地。陆地，陆地只是一个传说。不，不是传说。我真的找过那里，我们可以在那儿开始新的生活。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今天在追杀我。恶棍来了，准备作战。好嘞，快！
看到了吗？都是我的忠实的追随者。首先来个正式的自我介绍，我是迪肯。要不是刚刚这一片人，你看到那个人了吗？就是他叫的最欢，要不是他，我的球可以打得更远。哎，笨蛋，留着他还有用，把我球杆说话。我的子民们，迪肯，这里没有你的子民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让他给我闭嘴！就凭他，让我闭嘴，那就闭嘴吧！干得好！我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了，苦命的孩子们，老天爷悄悄地告诉我，你们当中有人知道陆地在哪儿？没错，就是陆地。我的子民们，我们要在那里打新土木，造桥铺路，多设几个收费站，多练点买路钱。等我有钱了，咱们就造一个最牛的迪肯高尔夫球场。迪肯，别做梦了，我不会像你这样的，马里娜更不会。马里娜，大哥，把门关上。你是说那个胖头鱼？那个弄瞎我一只眼睛的混蛋，马里娜，那个混蛋，啊啊啊！把这小妞给我带回来。来呀，瞧一口。不，谢谢。呦呦呦呦，小妞，脾气不小吧？跟我耍心眼儿，好啊，那咱们就来玩个游戏，把它给我看好了，小的们，你们这上面有什么收获呀？抓到了一个岛民，那说明泥土。泥土，听着，我要知道怎样才能找到陆地。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“谁先开口，谁活命”。哦，那你就赢了。哈伦，什么都别做，他输了，把他给我丢下去。不要！啊！弄死他！海伦，他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陆地，让他下一个拼命的。用人啊！杀了他！说。在哪儿？他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他跑到水里去了。马里娜，那个半人半鱼的怪物，杀了他！马里娜，我说过黑州不退场的吗？你死定了！去，把我抓回来。马里娜在那儿呢，我一只眼都给你看清楚。这个废物，过来过来，看到他没有？我想干掉他，就给我干掉他。准备，动手！这，你以为你是废物？哪像他那个只会玩水的家伙，说的团团转。小子，我喊你来是当中间的吗？
小鲜肉干嘛？他和你不是同一类。切碎的喂鱼。敢做门？来呀！嘿嘿，别杀他那小妞。夹住啊！敢飞？嗯，你子弹去，要来个像样的一起来。绝不会让你坏了的好事。武器呢？我要武器，给他，扔过来。来呀来呀来呀，咱俩单挑，谁会为了海里喂鲨鱼？水上飞机发信号，哇，我的手下都死绝了，是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啊？他们活该！别帮了，男朋友也挂了。看到机子没有？上去。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带着我的新娘一起登上陆地。哦，我记得我还应该生长一大堆的小崽子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想想看，海伦。我们两个一起在陆地上吃香的喝辣的，做一对神仙眷侣，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来呀，宝贝儿，敢亲一个吗？来呀，来来来，这回没机会了。你，哪里的？你了。去收拾新一个海伦，准备水上飞机。马龙，马里达。哦，我的宝贝儿。小子们，快往这边来。马里达，我是快船。想走，把你的船打成漏斗。一。混蛋，害我打中了我的水上飞机。你快往上飞高点儿。你的女人在哪儿？
兄们，凭你还想挡我的路？你没这个本事，废了你的腿！哪里的？我依然是水世界的霸主，来庆祝我新王朝的诞生吧！陆地属于我。不！啊！着火了！阿姨们，你这个燕州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海伦，快上船！好，那你快点。北京魂女城，祝贺美好的一天，朋友们，再见。